2022的最后一天呢，我们要进行一个明年一生供养的计划。计划完全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今天要来。不知道，万和不肯跟我讲。我们现在要进行这个青春宣言的2.0版哦。鲜花开遍五月，花香萦绕你我，山河壮丽壮丽青春的你我，你我热血澎湃澎湃，青春激荡的岁月，热情如一团火，一团火，一团火。我们要优化，一定要做得比他们好，是有难度的。第一个节奏就不容易，因为它快，然后音高又高。第一个我们会组一个男子主唱团，我说唱跳是我最大的罩门，我可能没有办法，没有那种细胞吧。我自己感觉我跳比较是木头型的那一种。我最大的毛病是我的表情呢，从小就是蛮僵硬的。那另外会成立一个伴团，所以我们在座有几位要担纲的哦。我85岁，告诉我说要打鼓。我在乐器组负责贝斯的伴奏方面。我练小提琴断断续续，大概有10多年的功夫啊。我会全力以赴。我是小学音乐老师，基本的钢琴是没有问题。他们说很简单，我就说了是吧？简单就比较可以试嘛。那另外还有，我们会找出最棒的合唱天使哦。来烘托我们主唱团哦，我们陶云老师也会一起跟大家来参与共宴哦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也安排我们的2020的主唱呢来当大家的制作人哈。其实，在2020年的时候，我们时当音乐的总经理来找我说，你可不可以来尝试的合作一下，然后来编这个曲子啊？后续又得知说你不只要上台唱，还要跳，我就非常的担心，然后跟如济法师说。弟子可能做不太到这一点。那法师就说，问说，你现在几岁？我就说，弟子现在是29岁。那法师就说，那你可以想想看，29岁的你在干嘛？29岁的佛陀在干嘛？佛陀，你是勇士，挑战死魔，菩提树下应用作应用作。你觉得你的挑战跟佛陀的挑战比起来，你的很困难吗？为什么叫做青春宣言？那其实因为在无限生命的这条路上面呢，没有分谁比较年长或是比较年轻，大家都有自己生命当中的挑战，但是我们。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选择跨越它，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。不知道跳得好跳不好，但是我觉得那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就一个一指心，然后全心全意的去供养。随喜他们也随喜自己的，给我们一个机会，然后为自己的下一生再去努力。那我自己一直觉得说，师父的中功就是要不断的学习。虽然这个有困难，我想说也是可以一个要去突破。自己也要再继续学习的一个机缘。我的愿望，我要来学皈依。很可能我参加了这场盛会以后呢，我可以练出来一个我真正的，是我要成佛，佛陀，佛陀，我要成佛，我要成佛这样的心情。所以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蛮振奋的。